大家兄弟姐妹平安，平安，都欢喜相见伫上帝厝。拄只惠慈咧讲啊，食会落去，睏会去，就是福气。搁一项，食会落去，睏会去，搁笑会出来。啊，所以每一摆食饭的时候，呐，感谢着感谢上帝，互我有饭通食。哦，我食会落，当食做我的营养。啊来，睏会去，咱较侪岁人常常拢有迄落睏袂去的经验，哦。所以咱到要睏的时阵，上帝啊，感谢你，日头落山，我要休睏，求你提掉我一切烦恼惊吓，让我好睏，哦。啊，若睏到天光嘞，哦，感谢主，还佫我嘞，哦，对啊，有人一睏就去啊，佮毋是，吼、哦。系啊系啊，还佫我嘞是好代志吼，啊来笑会出来，谁人佮笑会出来？心内有耶稣，我都有平安，我都有喜乐，吼、哦。诶、欸，到时阵若小可无平安的时候，耶稣求你来我的心内，求你来我的心内，予我有你的平安佮喜乐。因为有影，咱拢是人，咱有时信心拢无足用吼。我拢一直讲，我嘛咧勤奋学习，就是看伊的病安尼，啊，看我家己，咱就有时就会感觉咱像迄种迄落足有问题吼，啊，人遐大个问题，人就拢规个我靠住啊，啊，上帝啊，死热你啊，第二较歹听吼，死嘛要热你啊吼，人伊好啊好势好势咧吼，嘿，啊，伊的形是一般来讲是足严重个，吼，啊，所以，搁会记得哦，食落去，感谢。睏会去，感谢，笑会出来，哦，上帝啊，感谢你，还佫笑会出来，哦，这是我想到的吼，啊，就足欢喜甲恁分享，安尼，来，今仔日咱的题目已经到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九章，吼，啊，顶礼拜金惠咧讲吼，我拢足认真听听，伊啊啪啪，我拢咧唔忙讲，倒一日落看伊会当继续讲一个月，我会当好好啊享受，哦，啊，不要紧，无论是讲还是听。我拢咧服侍上帝，拢咧服侍恁。啊嘛伫要准备要讲的中间，我会家己较认真读。啊，上帝嘛，互我得到一寡以前毋捌读到的物吼、哦。所以上帝的话是宝贵。来，咱今仔进入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九章，啊，十八章的是经文，甲咱讲吼，即个保罗啊，伊着旅行四界去吼，无论到倒一个城市，拢总是去创啥传福音。吼、哦，啊，来到希腊的大都市雅典，就是等于讲来到台湾的台北，吼、哦，迄个上大的都市。吼、哦，我看伊那一大堆神明啦，吼、哦，雅典的人足好拜，吼、哦，一大堆神明吼、哦，啊，拜到佫惊讲倒一身拜无着危险吼，佫、哦、用一块大石头砌一个啥，未捌的神，惊讲倒一身拜无着吼，啊，会互起某一寡你甲你修理的款吼、哦，所以就佫砌一个安尼，啊，所以伫迄搭遐。伊就足认真团，啊！上帝予伊足侪开来，伊真侪城市建立教会。伫遐，因为拄着一对翁仔某，这是咱信仰足水翁仔某。啊，两个人个名就叫做一个阿古拉、贝基拉，吼、哦。诶、欸，阿基拉、阿古拉，我读古嘛，阿古拉、贝基拉，吼、哦。这对翁仔某，伊唔了个咱信上帝，啊，伊对保罗来听着耶稣个福音了，伊就把耶稣个道理念条条。伊唔只认真伫信仰，伊阁真疼惜上帝工人，伊就好款待保罗，然后甲保罗讲：来阮兜住，互我安那服侍你，来阮兜做伙食，做伙住，就伫遐，互保罗拢毋免去烦恼后壁个代志，足认真拍拼去传福音。啊，但是保罗伫传福音个路嘛，真侪坎坎坷坷，吼、哦，互人咧骂。予人添石头，予人拍，予人关家，险险着叫人抬死吼。所以老实讲，迄当时要传伊啊，所有道理足歹传。亲像以后，伫咱即马真侪宣教师到迄个偏僻、患难的所在，迄拢是冒性命危险在传福音。但是伫保罗拄着足侪苦难的时，伫一届伊在休困的时，耶稣着出一个异象予伊看。啊，来坚固伊的心，也说亲嘴甲伊讲，唔免惊，做你讲，我甲你伫咧，我甲你同在，
无人会当下手害你。哇，这是足好长大的保证，免惊。主你讲，无人会当下手害你，因为我甲你同在。有耶稣这种百分之百的保证，哈哈，这保罗本来就是敢死队吼，哦，即马佫冲佫较雄安尼吼，啊，伊就安尼一直一直去，安尼一个城市一个城市一个城市，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，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，伊就传来到以弗所。以弗所是亚细亚这个省，亚细亚这个省的上大的城市，吼，那照考古学的记载。这个城市拜一神神吼，是足大神的啦。用咱台湾来讲，就亲像北港妈祖，吼，北港的妈祖也是大家的妈祖安尼。啊，这个女神叫做阿迪米吼，雅迪米，阿迪米的女神。啊，这个神啊，开伫这个城市会起一间足大间、足大间的庙。我讲伊的神庙吼，还是迄个条也是几啊百米吼，啊，拢大米少做吼。我阁调工去献迄落古文明的神哦，较知影讲即个阿蒂米的神庙吼，咧拜即神女神，含罗马同希腊的戴安娜女神无共，但是亲像迄个意思。那伊的工艺改翻译做，伊亲像送子观音。我就想一步，毋免咱讲哦，啊，金花就甲我讲，就是咱台湾的祝生娘娘啦。哦，安尼咱听有嘛吼、嗯，就是啊，我若嫁翁了未生，啊，做烦恼的某，啊，赶紧来拜祝生娘娘，我有生囝，安尼，所以是台湾的祝生娘娘种意思。所以即身女神是足水，但是足特别，就是伊的耳足侪粒，吼、哦，伊雕刻的像内底吼，伊的耳是哦五六七八粒安尼，啊，咱知影人拢两粒尔嘛，敢若猪宝到十几粒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猪宝要饲猪仔，遐来足侪粒嘛吼。啊，所以伊个意思就讲，即身女神就是生产生诶、生产侪吼，繁殖侪，所以若无囝个人，拢去拜伊身就对啦。啊，古早就是你若哪侪囝孙，你就是恁兜就是人丁旺盛嘛。啊，所以即身女神就足侪人咧拜，这是第一项。所以即身女神是刻到足大身咧，啊，你是十外粒安尼吼，啊，即、这个庙内底，佮另外一个就是一粒陨石吼，我着感觉一直讲台语，我袂晓讲吼。啊，对天顶摔落来大粒石头啦，吼，安尼咱听有啊吼，讲伊叫陨石吼。啊，因着是伫即个庙内底，着是即间大庙内底，着是有即身女神，有即粒石头，这是伊有所即个城市，逐个人拢知，因为伊是一个真大个城，佮有即身神吼，啊，佮有即粒石头，所以伊发展足侪观光。像咱讲观光旅游啦，咱信耶稣拢无去咧，啥物北港妈祖啦，伊遐拜拜，迄因就足爱去咧北港妈祖啦、台港妈祖啦，去倒安那，就会挂香，就会有诶无诶求平安、添香钱吼。啊，即、這个伊弗所即个城，毋是干呐神庙足大尔，伊是迄个省内底诶首都，所以伊是一个政治甲商业诶中心，所以安那城大。人就多，生意就多，对无？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城市就足闹热，足闹热。啊，保罗来到即搭遮的时吼，伊就看到有一挂敬拜上帝的人，吼、哦，伊就甲因做伙，啊，就甲因讲耶稣的道理。啊了，遐个人较感觉讲，哎、欸，啊，你讲的同阮以前听的无同，吼、哦。啊，保罗就甲伊问讲，安尼，恁家恁是领受甚物款的洗礼？阮都了受迄约翰的洗礼啊！哦，保罗就讲哦，对哦，约翰的洗礼是甚物？悔改的洗礼，认罪悔改的洗礼。哦，约翰拢叫咱着脱离罪恶，啊来安那，我倒转来亲近上帝，甲上帝好好。但是，咱着爱领受对耶稣安那，耶稣要上天以前就讲安那，伊要享受圣灵，哦，要享受圣灵给咱。啊，所以这些人讲，我毋捌听过呢。吼、哦，啊，保罗就一直甲因讲，甲因将耶稣道理甲因讲了，就为着因来用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因行洗礼。啊，这是迄当时，咱即马都毋免安尼啊。吼、哦，因为因迄当时都有个人啊无听耶稣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当保罗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因换手，甲因行洗礼了，因就接受对天顶来圣灵的启迪。哇，这些人吼、哦！从开始就够感动哦，
哦，即接受圣灵的开达了的人吼，全真够讲道，啊，佫会讲方言，啊，就伫遐即阵即群的人差不多，哎，拢总有十二个人，就伫遐保罗真欢喜，甲因做伙三个月久，啊，三个月久，逐日甲因讲耶稣的道理，甲因讲上帝的话，啊，坚固因的信仰，啊，然后虽然保罗吼，足认真，足认真讲的吼。啊，嘛是一挂犹太人都听袂落去，吼、哦，就亲像咱牧师伫讲台顶安尼讲到安尼出出力的，啊，有诶嘛是咧嘟咕，吼、哦，是安尼，啊，所以保罗安尼足认真讲，啊，有诶就是有那暗骨那种硬，吼、哦，唔肯点头诶，吼、哦，唔肯接受耶稣诶，啊，所以保罗嘛是讲啊足艰苦心吼，讲、哦、好啦，啊，既然恁若无爱吼，恁若要听诶人听，唔听诶人就准拄煞吼，啊，即若无爱听，我著来这边。啊，伊就讲去找所在讲，啊，真趣味哦！伊就找着一个所在吼，讲伊叫做推拿炉吼。我讲去找台语的翻译，你讲推拿炉都未使过吼，袂紧。讲伊叫推拿炉啊，我大声了准讲，俺是一个所在的名吼。啊去，所以感谢上帝，要讲互恁听，我家己在认真去献祭吼。哎，册内底我写讲，推拿炉这是一个希腊的第六家的名。就是伫因迄个城市一个足有名诶老师，就是讲，亲像讲伫咱即台南市所有教会内底上有名诶，就是高明伫牧师嘛，你知影无？就是一个老师诶名，一个哲学家诶名，啊，是哪较容易诶名？就是即个人时常拢咧讲课互听，演讲互听就对啦，讲哲学啦、辩论啦、啥物货啦，啊，伊有一个足大间诶教室，啊是讲。伊有一间足细间诶学校吼，伊常常拢伫遐咧演讲互伊听。啊，足趣味诶，就是吼，迄个所在吼，下昼时也真热，所以因会拢下早时啊，比如讲七八点讲讲讲讲到十一点，啊，迄老师就休困，因就休倒吼，足热嘛，休倒食饭休困。啊，下晡四点再过来讲讲讲讲讲，所以即个推拿炉即个学者，就是伫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讲，要怎讲？迄间教室啦，吼，足大间个教室，伫遐咧讲互听。啊，保罗一个知影讲，伊讲讲讲讲啊，十一点就休困，啊，四点才阁来，伊怎安那？哇，我煞落去，啊，你知影吼？保罗怎对十一点一直讲讲到四点？哇，啊，怎变作用伊迄个所在来传福音，来讲耶稣个道理？啊，所以一堆人吼，但是是拢听迄老师咧讲吼，听迄哲学家、迄、那个辩论家。即马一个听保罗讲了，拢互保罗吸引。吼、哦，本来是一再听听着忝啊，大家着转去休困啊，食迄道啊。即马毋是，即马是对十一点讲到四点的，哪来哪侪人，哪来哪足侪人足爱听，啊足侪人羡慕要知影耶稣的福音，要认捌真理。就伫遐保罗就一直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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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逐日讲哦。恐怖呢！我若两礼拜讲一讲，我来准备足久的。伊逐日讲耶稣的真理，予人听，将近两冬久。所以伫伊的背后有真侪人在帮助伊，有阿古拉、毕古拉、毕吉拉的翁仔某咧，咧发落伊的遮大，有伊大起学生，咱等下会看到有真侪伊白白信耶稣的，几啊个伫伊的边仔咧支持。咧替伊祈祷，咧帮助伊做工，所以伊就伫遐讲两冬久，伫遐讲道。上帝嘛，好，迄个所在，伊咧宣讲的所在，请做一个足侪人羡慕要来的。就亲像讲，咱台南圣教会哪来哪侪人爱来礼拜，所以毋是台南的人来，啊，连新营的嘛来，啊，公社的嘛来，啊，等下哪来哪远，嘉义的嘛来，高雄的嘛来，啊，你知影我的意思吼？迄、那个。阿西啊，迄个圣，所有诶，真侪人拢走来到即个推拉路，即个圣经学校吼，就是保罗借伫遐讲道诶所在。即两冬久，上帝通过伊讲，互真侪人听。上帝嘛，赏赐伊足大诶气力，有圣灵诶力充满伊诶身躯。伊医病、赶鬼，逐项拢做，亲像耶稣。所以。就伫遐外邦人信主的人，哪来哪侪？大生可能几十个啊，几百个啊，三个月后、五个月后，几千个，到尾啊，几万个。哦，这个时阵就不得了哦。上奇怪的心理是，因为伊嘛是会医病赶鬼对无？
啊，阮家有人破病，就带来给保罗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就好起来。啊，就有一挂人讲，啊，阮是大人，都袂叮当啊，搁伫厝里啊，安尼要怎带来？袂当带来，对不对？结果吼，保罗就讲啊，大粒官，细粒官，对不对？摕面巾吼，七官吼，啊，七个面巾就放在遐吼，啊，阮的七七九九一条面巾放在桌顶，袂去咧带来吼。迄条面巾吼。人早甲退转去，退转做啥？因是大人咧艰苦，就甲盖在因是大人的身躯。奉耶稣的名，奉保罗所讲的迄个耶稣的名，奉阮的是大人好起来。哎呦，真正好起来呢！吼，哦，迄人欢喜啊！哦，连保罗用过的面巾啊，放咧啊，因是大人好起来。哇，啊，即摆一消息传到，大家都呼。啊，耶稣的名这么伟大哦！啊，你咱知影保罗吼，因家本行就是咧织布被，哦，织帐篷，像咱即摆讲哦，织地毯啊，织啥物货吼。啊，阿古拉甲比基拉嘛是咧做织布的。啊，你知影咱若咧做工课，有时拢爱穿一领迄个围巾仔，哦，像咱若煮饭行、洗衫、阿早拢较紧的下一领围巾仔。啊，保罗嘛有一领迄种巾仔，啊，有时咧做工课了了，十一点啊要紧的要来讲啊吼。啊，转来啊，较烫起来，放在遐吼。迄条伊用过吼，啊嘛，互人退转去吼。啊，因家有人犯着鬼吼，啊，甲满上吼，我迄鬼店甲走走了了。所以，敢若遮个咧，伊个面巾，伊个卫生巾啊，都已经有够费力，甲遐个歹个物拢除掉，化病会好起来，犯着鬼会好起来。所以，即个新鲜技术，互迄个省全省个人。看到会驚，講這個神是真的，保羅所傳的這個耶穌是真的，這個神是會可能的。你甲看，奉伊的名做代志，會當到安尼。哇，即摆足多人喎，對安尼來往來信耶穌，哦，毋是干那來聽伊講道的。你甲想看嘛，一條囡仔退轉去，迄個老大人好起來，因咧厝邊頭尾是毋是攏啊？哈？啊，你老的毋是半辈足久啊？哦，你看。奉耶稣的名做代志，一个一个好起来。啊，就伫安尼，迄、那个地方有哪有犹太人做伙组织？有犹太的会堂，有犹太人敬拜，相款嘛有犹太教的祭司。啊，但是这个祭司吼，甲因的囝儿真侪拢安那，啊，嘴咧信上帝，嘴咧敬拜上帝，吼、哦，心拢无水啦，行为搁较无好啦。哇！因一个吼，普通时因拢，大家拢会来因遐，啊，即摆大家拢走去倒位遐，保罗遐，哇！因着足袂爽快，对来后壁看，哦，即、這个保罗确实做了比咱较好吼，咱着甲学几步啊，看保罗安怎讲安怎做，咱着来对伊做吼。哇！咱若学学的哦，因着要照安尼吼，啊，有样学样，无样家己想安尼吼，啊，你敢知影？即、這个。犹太教的祭司长有七个后生，啊，这个七个后生，大家拢会搁提出来啦吼，我拢无坐就对啦。但是因看到保罗做代志了，因就讲啦，阮嘛要来安尼做。嗯，好，即马倒一个人，因家哦，有诶囡仔犯着鬼吼，犯着鬼，国菜犯着鬼，含咱即马精神病搁较无同款吼，犯着鬼的表现就是足奇怪安尼，哦，啊，因就讲好，阮来甲赶鬼安尼。啊，这个祭司长的名叫土瓦基吼，啊，是的，我刚讲着土瓦基着吼，因个囝吼，啊，着招招的讲要去人家共赶鬼啦吼，哦，啊，去到地吼，伊讲安那赶，你敢知吼，足趣味哦，伊就讲，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，叫你这个鬼出去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着想讲伊足有力的吼。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，叫你这只鬼出去！爱着犯着鬼的吼。耶稣，我知保罗，我熟悉。啊，你是什么人啊？你是什么人啊？啊，怎啊？啊，跳跳的，你知影无？鬼怎对迄个人跳跳，把迄个祭司的囝呐，哦，摸甲着伤，然后摸甲后生叫过来吼，啊，甲拆破衫啦。啊，迄个祭司的囝怎呐？行啊，叫叫完啊，赶紧的撞出去，对门撞出去，连鬼听到耶稣都会惊。
跪过来倒倒干咩哦？耶稣我知哦，我捌伊哦，伊是神哦。啊，保罗我嘛知哦，啊无你是啥啊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怎跪怎甲修理就对啦。哇，啊因遐囝惊到要死，足狼狈的，怎撞出去走出去？啊，这件代志怎啊啦？轰动规个城，因为遐个互跪趴的人，就是这是长的囝。所以一定啊呐，城这个消息就传出去啊！哇，传出真侪有数这个城内底犹太人甲外邦人，一日听到这个代志，大家拢会惊。因为呐，耶稣的名不是你人生会当讲的，不是你可以随便讲的。咱十诫内底讲啊呐，无你人生称呼你上帝的名，你用耶稣的名做歹代志，你本身无信耶稣，你袂使安尼做。哦、所以在那裡、所有的外邦人跟犹太的人聽到一件事情了，他們就一驚，驚說怎樣，這個神是真的，不可以輕彩，耶穌的名字在那裡就受人尊重、因為你會記得、那個城是拜很多神的、對吧，他們本身就拜很多神、大家神都要悄悄的，倒一個比較大，倒一個比較小，對不對？但是耶稣的名到底遐已经是安那，因足清楚了，赢过迄个事，吼、哦。唔赢安尼，来信耶稣悔改，反悔来信耶稣，无阁去拜因的偶像，无阁去拜因以前拜遐个人，因开始真坦白承认因的过失，吼、哦。比如讲一个乌目送伊就讲，我顶摆买菜吼，伊咧卖菜吼，啊，一斤是卖16元。我74元给人赢，啊，共摕10元钱，咱是毋是共歪2元？因就会出来承认因家己的过失。吼、哦，有做生意的，就出来承认信耶稣了吼，袂使阁安尼安尼，安叫上帝赦免我安尼。吼、哦，啊，有的人就会出来讲吼、哦，啊，我吼讲人厝边口尾用啊话吼，啊，害人家己心腹淡薄冤家。吼、哦，会出来承认家己的过失。这种代志，若毋是神，若毋是耶稣，若毋是上帝灵进入人的心，人敢会起来做这个代志？人敢会足主动来讲啊？我做迄个唔对，我就见笑。所以伫遐，因为上帝话进入人的心了，真侪人就起来坦白讲因的过失，搁讲因的过犯，来求上帝的赦免。就伫遐安那，迄就是表明我真正要悔改认罪，我要悔，我嘛要改。咱通常真侪人有悔无改，吼、哦，透过伊个悔是甲咱讲的，都要改过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因就伫遐悔改认罪来，伫众人的面前来承认，因有做过啥物唔对，有做过啥物唔对。啊，你知影无？人若讲出来了吼，哇，迄会啊呐，会引起足侪人的悔改。啊，过来就是有一挂啥物啊，迄算命的啦，看风水的啦，甲伊问的啦，遐落骨缩骨，阿哩不搭的遐人吼。总共一句圣经来写讲无数，吼、哦，有我袂使晓讲，就是迄个做遐有诶无诶遐个吼，遐个人来信耶稣了，因怎安那？甲因兜诶册，哦，咱诶册是圣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因迄种诶册就是符啊纸，吼、哦，经文啦，啊，念咒啦，吼、哦，咒语啦，规个拢搬搬出来哦，哦，足侪人哦。信耶稣了，甲因厝内迄落阿弥不达阿罗伯坐，那用即马来讲吼，遐迄落黄色书刊啦吼，遐歹拢总摕出来，然后当场烧，点火烧，甲歹个册拢总烧。啊，有人就有个人吼，哦，够无彩，哦，遐算算个5-6万块呢，哦，遐算算个什么5-6万纽银呢吼，遐写是银呢，银是吼。但是你甲看信耶稣了，人会改变。会承认过失，会想要搁改，以后要改变变作较好。啊，遐个以前看作宝贝的册，拢总摕出来烧。哦，就伫遐，这个代志安那，哪传哪济哪宽，上帝的名得到荣光，耶稣的名传哪远，哪济人信耶稣，哦，坐到啥物款，坐到迄个城市吼，差不多要甲一半的人啊。就是足济个人咧信耶稣啊，吼，拄开始可能几千个、几万个，倒来哪济，哇，安尼煞袂得，信耶稣煞毋足好个，哪会袂得？啊，你着安那去得罪着迄落有利益个人，吼、哦，即摆过来就是讲发生一件伫伊夫所个暴乱，啊，用咱个话来讲较歹听，就是
1980年高雄的美丽镜、美丽岛事件，吼、哦，迄、就是顶有一个，其实是足冤枉的，也无穿，也无倒，也无啥，吼、哦。啊，遮伫右所发生的代志，拄啊亲像安尼一个暴动，吼、哦，啥物意思？原来吼、哦，右所这个城市是一个观光城，啊，就是拜这个阿比米女神，啊，所以外人来拢会安那。拢会拜拜，啊，搁买一身细身的回去，吼、哦，就像咱啊，有人去北港妈祖，去大甲妈祖，就会挂香了，就会买一个平安符啦，买一个啥物货，啊，去迄搭遐就会，买银纸烧啦，买香点啦，啊，因遐人是毋是就趁钱，对无？相反，阿弟你神庙遮，因为信耶稣的人哪济，所以去拜拜的哪少，对无、嗯？去拜拜哪少，因的神庙就安那。钱就哪少啊，收入也就哪少啊。啊，遐个雕刻迄落雕刻因的神庙的，哦，刻偶像的遐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叫迪米丢，这个人是一个刻偶像、刻女神的偶像。啊，因遐你若来拜拜，啊，搁要转去，啊，着买一身，啊，搁会当一个刻啊，刻啊是有挂，啊，迄个啊应该讲的是啊，对无？就是一个方四方形，啊，把迄个偶像放伫内底。吼、哦，你也想看刻偶像的人啦，做刻下的人啦，啊，搁偶像穿的衫啦，所以这个行业安那，足侪人拢趁钱。古早拢因为，大家人来拜，来拜这些女神，来到因这个城市，所以因，哦，逐个月、逐冬拢趁啊油细细。啊，即卖一堆人拢去信耶稣，大家拢无爱搁拜伊个神啦。所以这以前趁啊油细细，这个做神像的人。特别是这个迪米啊，吼、哦，迪米丢，迪米丢这个银，迄、那个国语的圣经写讲银匠，因就是用银啊做这个女神的像，吼、哦，伊就动拢袂调啊，吼、哦，伊就出来招因这同业的，吼、哦，这白白咧刻偶像的，啊咧做做这有诶无诶，吼、哦，你敢知影吼，吼、哦，因吼从迄个波罗来到遮，传迄个啥物耶稣了吼，我咧生意拢足歹。吼、哦，安尼较会爽吼，咱、哦、来招做伙吼、哦，啊，然后来安那来对抗吼、哦，啊，伊就安那洗脑煽动，因为你知影无，真侪百姓是戆戆吼，啊，听人黑白讲，啊，就拢无经过大脑，吼、哦，我就讲，哇，咱这伊有数的人啊，咱的女神是何等的伟大，咱是咱会使吼，互别人来讲两句啊话，啊，咱就拢听因的，吼、哦，安尼吼，安尼对咱的神足无尊敬的，安那安那，啊，就一直安那，一直加群加群加群。啊，到到尾啊，呐，一大群的人拢对伊行。啊，即摆毋是干呐对伊行了，即摆过来吼，哦，来来来，咱吼来掠迄、那个，咧讲耶稣的，要掠啥？要掠保罗。啊，保罗掠无着，因为呐，保罗有真侪好朋友，真侪信耶稣的，包括民间的领袖，拢甲保罗啊呐讲，茫去茫去，因要掠你，煞掠无着保罗，煞掠着保罗的啥物？保罗的学生。哇！我落学生嘛几下个嘞，我其中两个全叫脏去，一个就是加油，一个叫做阿里达哥。哇！这两个吼是保罗真好个朋友，伫信仰方面伫做工长，是伊个助手，全去互因掠去。啊，规群人，大省是几百个，尾啊加到尾啊几千个，啊下下阵阵对因个城市安尼一直行，一直行，因要行去倒位，敢知？伊有所即个大城内底有一个戏院。试验吼，咱唔好想讲像咱电影院遐细间哦，你着爱家想做讲罗马的竞技场，遐尼大间，迄间戏院会当我家现考科学的，会当容纳25,000个人。你若想看偌大，比咱的巨蛋较大，就是因古早拢伫遐内底的吼，咧看迄个小台小演呐，是看正咧台正说，我唔知影，反正是一个试验。迄、那个城的寺院会当容纳25,000个人，加保罗这两个步伐，啊，就一直送，一直下，安尼规大群的人一直对，一直对，啊，尾啊吼，一大群人吼，根本拢唔知影是咧对啥，啊，就安尼规大群的人啊，吵到要死，乱到要死，啊，一直话，一直话，哦，有数的人啊，咱的神是偌伟大哦，咱的阿啥？阿弟咪，女神是偌伟大哦！用咱即摆话就讲，阮的北港妈祖偌伟大哦，阮的啥物偌安那，阮的神偌好偌好，啊神啊会当服别人的神入来，啊啦哦，就遐乱就对啦。啊乱到尾啊吼，就有人起来讲话，啊
迄个起来要起来讲话吼，叫做压力山大，伊就想讲要起来安尼甲大家安搭一个，安一个起来吼，下骹遐个人衣服做的人一个看，啊，你也毋是阮即城市的人啊，你是啥物？你是迄落马其顿的人，你是外围的人，所以就无爱互伊讲话啊，吼，就搁一直乱一直发，啊，你知影无？百姓若乱，啥物人上惊？因为市场上惊呀，可毋是？台南市若乱，我看来七偌千块都足歹分啊吼，所以就百姓咧乱，啊，规个下下直阵到迄个剧院，迄、那个足大个戏院内底，所以人就紧就走去甲迄个因个地方官吼，圣经写个是书记官，但是因迄个地方，古早迄个地方还阁是罗马市，罗马统治个城，所以因迄个书记官就等于因个市长就对啦。吼、哦，就走出来啊！哦，安尼袂使，安尼足危险。因为咱若乱，罗马政府一定会来查原因，吼、哦。所以伊就走出来，就甲大家安搭。吼、哦，就走到戏院啊，看讲哇，那几万个人安尼一挂来吼、哦，啊，安迄两个加油甲阿里达哥，保罗迄两个助手强要去用电视啊，吼、哦。吼、哦，就安尼足怕的就对啦。即个书记官好甲在拄啊来吼，啊伊来伊就。安静，来，大家听我讲。哦，一无所有的人啊，啊，恁安尼乱吵吵是咧创啥咧？都唔免安尼乱嘛，哦，啊，恁所有的城市，连百姓嘛拢知影，咱这个一无所有一身足大身的女神，啊，有一间足伟大的神庙，啊，这都正人知啊，啊，你是甲伊咧乱啥物咧？哦。啊，人大家拢嘛知影，咱有一粒石头是对天摔落来的，哦，迄粒石头咱家称作神圣的石头吼，搁比讲圣石吼。哦，这是无人会当否认的啦，所以咱唔免乱啦，吼、哦。咱的神，咱的庙就是还搁伫遐。啊，恁安尼乱哪会对？啊，恁家因两个掠来吃，啊，人因也无偷摕咱庙内的米啊，因也无入去咱的庙偷摕咱的米啊。啊！我问一大堆人，人因也无讲咱的女神的歹话啊。哦，人因是甲咱讲因的耶稣偌好啊。啊，你若要信就信，你若唔信就卖。你是他妈咧，你了咯？哦，他妈乱什么货？哦，啊，过来伊就讲，啊，那准做迄个银匠吼，就是透过迄个煽动大家人起来，才拉这个底米丢吼。啊，那是这个。去神庙这个顶面丢吼，伊若感觉讲吼，要跟因相告，啊，咱都有一定的法医啊，啊，咱都比如讲，咱初一十五拢有官员在遐开庭啊，吼，啊，你要告你来告嘛，吼，啊，都有说法有法官听你告，啊，你要对质，阮就甲因叫来跟因，吼，啊，你若要告，都有一定的时间，啊，你安尼乱唔好啦，安尼乱吼，罗马政府会无欢喜。啊，到时咱就会废去吼。啊，我甲恁讲，煞去吼。啊，咱的神都养好好伫遐，咱的庙嘛养好好伫遐。人也无甲咱偷摕，人也无讲咱的歹话。安尼好啊，大家煞去，大家拢转去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市长讲话就足有力啦吼。啊，大家想想的嘛对吼，因为迄拢在对流在的，你知影无？迄足侪拢唔知影人在变啥，就对人乌白来啊，乌白化。啊，结果安乱两三点钟，规个城就要变过安尼。啊，当这个书记官、这个市长出来讲话讲了，啊，大家就乖乖啊，慢慢啊刷去。啊，啊，剩迄个银匠银匠搁伫遐乱吼。啊，市长就讲好啊，啊，你著看什么事，你要告，你做你来告，我著甲你安排法官，互你去对质吼。啊，即摆袂使乱，袂使安尼加群吼，加群安尼发乱，安尼乱，罗马政府一定会来查。啊，就像咱古早，咱若烧乱吼，啊，国民党会来查，啊，是讲搁较古早，你若烧乱啊，啊，日本警察就来啊，哦，所以因就乖乖啊散去，啊，就伫遐因散去了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加油甲阿里达哥都互放倒来，哇，保罗就好，足感谢主的，因为伊足烦恼，这两个会去互遐歹人来盯死吼，你记哩吼，保罗即届嘛互用一套，囡仔死死去吼。啊，因为这两个是保罗真好的助手，哦，啊，其中迄个阿里达哥一直对保罗，对啊到上尾啊，对伊等于耶路撒冷，保罗第三届传道旅，去到罗马帝国的时候，这个阿里达哥有通陪伴伊，陪伴到保罗往前头时，哦，
哦，所以这是足亲密的朋友，吼、哦，伫信用的方面，所以当伊看伊平安回来的时候，哦，保罗足安心的吼、哦，啊，伊嘛赶紧的甲伊两个带来，安那去因常常做伙遐的信耶稣的基督徒的中间，啊，遐的人嘛是伫遐带来等吼，我拢足烦恼因唔知安那样，啊，看伊平安回来了，我们就感谢主，因伫遐拢干那会当逼切祈祷尔。啊，即摆看代志平静啊，啊，看保罗参遐个互伊掠去个人拢倒转来，啊，因就真欢喜，啊，保罗就甲因安慰，甲因坚固因个心。讲、哦、虽然咱会拄着苦难，但是咱个主耶稣绝对无互咱，啊啦，无互咱死啦吼、哦。做工工还袂做了个，无可能啦吼、哦。所以就甲因鼓励了，啊，保罗就甲因再见，讲安尼无久，我着要离开恁即个应所即个城市。我要按对马去登去，吼、哦！啊，伫这个进程，伫这个进程，歹势我有小可漏一段，就是讲，当保罗要离开伊所，啊，要离开进程，伊有先派伊个学生，吼、哦，伊所听个提摩太，吼、哦，提摩太，甲意思啊，伊讲恁先去马其顿，啊，我以后较近，啊，我去甲伊查，讲到底是哪块来叫两个先去。原来吼，以前都有一个预言讲，以后耶路撒冷要有饥荒。预言就是还未到的，每年迄个城市有饥荒，遐人会无通食。啊，讲出来了，保罗派因两个去别个城市，甲去把去搭遐个信耶稣人，比如讲以后才有饥荒，啊，甲这边的人讲，迄边吼有饥荒，啊，咱就来献钱来帮助你。啊，派提摩太甲。伊拉斯去收钱，收收的，啊，搁大船。你知影古早吼，啊，坐船啊，半山过岭，啊，落来过几个月，才转去到耶路撒冷。啊，转去，啊，有影过冬，耶路撒冷真少大地方，遐钱拢用不着。所以对安尼，耶路撒冷嘛知影，保罗出去传道你的所在，真侪城市的人悔改信耶稣了，真正毋是干呐随咧信，因的行动，因的贴心。你甲看，一个离开遐尼远的，迄差不多讲较歹听的，迄比台北到永春搁较远啦。吼、哦，会是安，拢古早交通无方便嘛，无可能有消息嘛。但是你甲看，有缘讲因有这个需要，这边的人就钱款款的，互因带转来，转来到耶路撒冷，互耶路撒冷的信耶稣的人。啊，所以信耶稣了，迄个听是真正有行动的听。吼、哦，虽然甲恁无熟悉，但是因为平平拢信耶稣。所以咱信耶稣的人就是啦，有共一个天父，共一个救主，所以咱就伫听的中间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。今天到这，多谢。